这部影片要介绍的是香根，那其实某个程度算是延续上一部的河口湖富士山的影片。那如果你用一个比较长天数的时间的规划来说，你可以从东京市区出发到河口湖富士山，然后到羽电场，然后再到我们这一集的香根，跟底下这个伊豆热海的部分。那往回走呢，就是走镰仓横滨，再回到东京市区，变成是一个算是逆时针的这样的路线。如果你的天数够，其实可以这样子做安排。如果你天数没有那么足够，你可以单纯的往返河口湖富士山，或者是往返我们今天的香根。那跟河口富士山比较不一样的是，香根这里的大众运输非常的完备，所以你其实可以根本只靠大众运输就玩好香根，你不用去做考虑。像上集我们还做了一些自驾跟包车的一些整理，但是你像这集你就完全做大众运输就好了。那我们来看大众运输的选择有非常多，原则上是我们最推荐的，从东京直接到香根最推荐的还是浪漫特快。浪漫特快的话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线路，那它走的都是小田原线这个轨道。那只是不同的等级的车，它可以停的车站，就像我们高铁一样，就是停的站数不一样，会让你更方便一些。而且浪漫特快呢，还有一些特别的车厢，那我们都会一起来做介绍。因为我们这次在日本待的时间比较长，那我们主要是在穿越为主。那我们这次从穿越回到东京市区，就是到新宿这个位置。那在这里呢，我们找到小田急线的这个指标，就往前走。从这个南出口出去，在新宿车站这个地方呢，在南出口跟西出口各有一个小田急线的柜台。这个其实很重要，要搞清楚哦。那等一下就来讲一下发生了什么插曲。那这边是看到一个新宿南口的小田急旅游服务中心，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购买香根周游券。那香根周游券是什么东西呢？香根周游券里面包含了往返这个香根交通所需要的车票。但它这个车票并不是直接让你可以坐到浪漫特快这么好的车，它就是你可以坐一般在小田急线的这个列车来回让你各坐一次。如果你在新宿买，那就是从新宿到小田原的来回。如果你不是在新宿买，就看那个车站到小田原这个来回的车票一次。那如果你要坐到升级到浪漫特快的话，你必须在另外一个网站做额外的购票跟定位，这个等一下会再跟大家报告。那在香根内部的交通包括登山电车、登山缆车，那香根的空中缆车啊，还有海贼观光船它是非常多种类。那其实刚好就是把香根绕一圈你所需要用到的所有的这个交通工具，在你所有的有效的期间内都可以无限的搭乘。你可以逆着坐，或者是你可以顺着坐，然后中间中途下车 hop on hop off 都可以。那唯一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有一个海贼观光船它有一个 VIP 的区域，那这个部分必须要加价购买。那加价购买可以不用先想这件事情，你可以直接在船上再决定要不要加价。那我们最后是有加价了，就是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加价的结果。在优惠设施的部分呢，就是它可以在整个香根地区有70处的这个景点有一些门票折扣，比方说像强罗公园就直接给你免费。好，那有我们后来也有去一个小永园的森林 SPA， 那也是直接给你折500元。不过我们后来小永园森林 SPA 是直接免费的，到时候再跟大家报告这个部分。像比较有名的教科森美术馆，它也可以折价约200元，其实都还蛮划算的。门票的票价部分呢，成人是6100元。如果从新宿出发的话，我想大部分应该还是从新宿走啦。如果你去东京玩，新宿算是一个最方便的起点车站之一。两日券呢是6100，三日券是6500，所以其实它在这个整个票券的设计上，其实也蛮鼓励你在香根花个3天2夜的时间，慢慢把香根游览起来。它四季都有一些花卉可以看，另外还有温泉所以其实蛮推荐大家在这个秋冬季节或者是冬末春初的时候去就是你可以还可以看到一些樱花这样子。那小朋友的票价跟日本其他的这个设计一样，就是小朋友票价就是以6到11岁的孩童为主，换句话说6岁以下是不用钱的那新宿出发的话，小朋友是1100两日券是1100，三日券就变成1350合台币大概200多块，甚至其实吃一餐就没有了这个价钱，其实相当划算。好，那另外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在官网购买，那我们等一下会把这个连接放在底下资讯栏。那你也可以选择透过一些第三方的订票网站，也像有 Klook 跟 KKday 啦，这个部分就看你是不是有这些他们的这个优惠的这个，他肯定可能会再获得一些折扣这样子。说起来有点尴尬，我们 KKday 上面买的那个像
香根的周游券是要在新宿西口兑换，但是我们 JR 出来其实是南口，觉得有时候刚才想说干脆现场买一买算了，就因为其实排队的人也没有喝到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黑黑 day 上面先买可能不见得划算，因为我现在必须要从南口走到西口。好，那西口就是捡的地方，我把镜头切换给他，就是下面这栋卡坤大楼。那我们绕了这个新宿站大概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圈啦，那就从这个新宿西口的楼梯往下。那刚好这里又在整修，所以其实要一直注意指标。总之呢，就是一个小田园极限这个重要的指标。这边有 Sightseeing the Service Center， 在这边写 Shinjuku West， 就是我们要去的新宿西口。不管是 K6 还是 KKday， 都在这个地方做换票。必须要先兑换，在这里兑换成香根真正的香根周游券，才有办法去玩，继续玩那你看这个人潮。好，那来做操作，这个其实这个操作非常简单啦，你可以选择你要的语言，然后呢，原则上就是点下一步啊，扫 QR code， 然后再确认一下你的张数，成人或儿童，最后再日期使用日期，其实这样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那刚刚在那个西口的地方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KK， 如果你是用 Klook 买的话，你要排队，要人工柜台兑换，哇，这个举牌，你如果要打一个，假设你已经预约一个浪漫特快的时间的话，其实就不太适合了。那还好我是 KKday 买的 ，KKday 的话就是用机器兑换就可以了，那机器你就自己操作就好了。它还有繁体中文的指示，现在买到了，其实我觉得这一段路程真的是蛮累的。我们到了南口的服务中心，然后南口的人还给了我们一张英文的指示，说你要怎么走到西口。原则上就是把新宿站外绕一圈，那其实有点累。那还有一个地方要下楼梯，所以如果你有行李的话，你去箱根可能是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所以如果你可能有行李的话，就不太适合。那我觉得直接在南口现场跟他买周游券，可能是一个比较划算的选择，可能差200块吧。不知道，等一下我们来后置一下，来看差多少钱。我们在新宿西口兑换完票之后呢，再走回新宿南口进来。那当然，这个新宿车站是相当的多人哦，因为新宿南口又刚好面对了一条大马路，看起来是一阵一阵的。因为后来小田急那新宿南口的小田急中心也排起队来了。OK， 那这个你也可以选择，如果你不买周游券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买单程票，但是缺点的话呢，就变成说你去箱根了以后。在箱根里面的交通呢，你也必须一次一次的都是用单程票来购买，会比较麻烦一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如果以这个平面来说，我们会进入到地下两阶，地下两层，来搭这个车。OK， 那这就是看到我们停在月台上的我们的浪漫特快，像可以看到它玻璃面积相当大，所以不管是采光或是看风景都很好。那不过呢，这个除了你买香根周游券之外，这个必须要额外做预约。我们只把这边这个额外预约的方式提供给大家参考。首先呢，你必须登入这个小田园特急的这个官网，好，然后在官网里面呢选择你要的日期以及要的车种。那必须是提前一个月做预约，如果你要特别要来到这个车厢的话，基本上前面八席可以好好看景观的八席，大概一个月以前一定会被预定光。那要选的是最底下这个 GS1 号，你看它在前眺望座位跟后眺望座位，就是车子最头跟最尾的这个16个座位，很快就已经额满了。我们在这个浪漫特快上可以欣赏整个乡村的风光。这边这个 GS1 的这个标志呢，就表示这是一个小田园特急的浪漫特快，它只停两个站，就是小田园跟香根汤本，所以非常的快速，它基本上1小时20分钟就可以抵达香根，从新竹到香根。然后呢，就是我们选在第一节车厢，那就可以看到那种展望
石。我前面抢票，我原本也想抢那个展望石，但是呢，可能他也不了解这个购票的规则，所以就没有抢到。那其实应该是这班车发车的时间的前一个月就可以开始订了。今天是4月13号嘛，那我今天3月13号的凌晨，我就想说是不是就可以抢票，结果没有办法。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要到3月14号才可以抢，结果3月14号的时候就已经过了，就只剩下比较后面的位置。其实应该是，如果今天是4月13号要打，10点要打，那你就是日本时间的3月13号的10点抢票。哦，人在那附近，你可能就要开始登陆来看看了，这样比较容易抢得到。坐第一节车厢，其实通透感是蛮强的，因为它的玻璃柱其实都细细一点点而已，就是很方便我们去看外面的风景。反正我还觉得有点太晒了。那这个列车非常舒服的点是，就是你可以看到有桌子，就是有桌子。同时呢，它还有这个充电的插头。那另外就是椅子可以转成像这样子面对面的形式，真的是蛮，甚至是蛮适合家庭出游的一台浪漫特快。那么我们先搭的这台礼拜六早上10点出发的浪漫特快，它的就是车厢的最后面有一些放行李的位置，但是上面这里其实是没有行李架的，所以如果你行李很多，因为你去香港大概比较少当日来回，所以去住一个温泉旅馆的话，会需要带行李。像我们这次在日本，前前后后21天，我们行李就很大，所以还好后面有位置放，不然。行李的部分可能要斟酌一下，或者就是你就是再多买一个位置，然后你可以放你的包包或者是行李这样子。大概在10点50几分的时候，在我们行进的右边出现了富士山的山头一个位置，然后所以以后如果你没有抢到前面的头等席的位置，你可以考虑抢车子列车行进的时候右边，那大概 C 是靠走道 ，D 是靠窗，所以可以抢 D 的位置，可以拍富士山。看到富士山，再过一下之后呢，就差不多准备要到达箱根汤本了。哦，可以看到这里没有像台湾的哪里啊。OK， 我们抵达箱根汤本车站，人潮是相当的多，可能毕竟是周末啦，所以还是有一些感觉是日本在地人也出来观光。我们到了这个箱根汤本的车站，刚刚去寄完行李，那接下来看你这边是小田园跟新宿这边会来的月台，然后呢这个月台，然后那边的月台就是往强罗的登山电车。那原则上就是从新宿啊，或从小田园来了之后呢，原则上就是走，下车之后左转，然后走这个往这个出口前进。那出口的部分呢，因为你一定可能会带行李来，除非你是当天来回。那不管是你要寄行李，或者说你要直接把行李送到饭店，等一下会讲解一下这个费用部分。那或者你要搭电梯，都在这个方向。那我们现在那个老婆跟小孩先上去了，所以我们来搭电梯就好了。这个行李的服务呢，每天只有8点半到12点半会接受，然后呢，它1点半会开始配送。如果你是一个小行李是900元，大型行李是1100，那再超大型的话就是会变1600。哦，现在有两个超大型的。那总之呢，如果你持有箱根周游券的话，还可以折抵100元。如果不想要用这个 service 的服务的话呢，这边还有在电梯的旁边，这边还有柜子可以。他可以接受12点半之前呢，那他会从箱根汤本，然后帮你送到你的住宿，然后隔天呢可以在住宿的地方大概10点前，然后拿到箱根汤本这边。那你晚上七点以前要取，不过我们是6:45的 GSE 啊，所以一定是来得及的，哦，一定是要记得先取行李的，哦，等于算是如果你的饭店并没有在箱根汤本附近的话，这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多的费用啊。如果你饭店在香港他们附近，就直接拉过去就好了，或者是你愿意包车，其实也可以。那我刚刚算了一下，你的用 Go Taxi 试算了一下，你如果它假设我们现在是2件大行李是3200嘛，那你如果是自己的话，你如果你自己包计程车的话，从这里到强罗的饭店必须要5200，所以还是这个行李是比较划算的。那另外呢，它只收现金。寄完行李之后呢，记得留一张收据，好，包含你的姓名、电话，还有时间跟这个饭店，哦，这个非常重要。好，接下来我们就出站了。啊，还有 train 呢，
出站这里还有可爱的火车模型给小朋友看。好，接着我们要去箱根汤本的老街了。箱根汤本作为入箱根的第一站啦，好，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些用餐哦。所以我们我们大致是算是大概10点左右搭的车，那大概11点多到。他用完这个拖行李啊，这些大概12点多，那在这边就可以准备开始觅食哦，找午餐了。那在这里呢，也还有一些老街可以逛啊。这边是离箱根汤本车站最近的老街的一开的老街的起头。那原则上前面都还是伴手礼啦、点心这种的。其实箱根老街相当的短哦，所以整体走完大概不用花到20-30分钟哦，那剩下就是吃饭跟排队的时间这样子。其实这里一直给我一种北投新北投的感觉，如果大家有来箱根的话，可以来感受一下。我是这个1.80，来试试看吧，温泉馒头。很甜啊。好哦，这里有它的比较大的店。这间烘体别是在箱根这边著名的西式点心店，那它有2间在汤本商店街的分店。这一间呢是以 Rusk 为主， Rusk 就是有二次烘烤过的面包干，那它有很多种的口味，那这里都可以试吃。那此外呢，还有一些伴手礼也可以买。好，那我们继续走，这边真的很多特色的商店，其实每一间你都可以细细的来去逛。好，那这边当然也有下午茶的地方，那也有 Lawson。那这边的 Lawson 呢，就是等于进入这个箱根的特色，用一个比较和谐的颜色，好来呈现好便利商店的气息。好，那箱根汤本街走到一个程度之后呢，我们可以过桥，好，过桥跨过这个早川，好，在这边有比较有名的一些豆腐料理店。好，我们快转一下，整个气氛是非常舒服啦。那当时的空气呢，并不是非常的寒冷哦，就是徐徐的微风。好，那经过了一个比较排队的知客茶家之后呢，我们往里面探寻，好，有一个比较深的这个豆腐店。它就是很单纯的，就是给你看黄豆，然后给你看这个原料，就直接给你呈现豆皮跟豆腐，然后这两个直接吃。那边有刚刚有很多人在排队，那我们本来要吃的知客茶家已经就是他说客满，所以把门关起来，我们就在往上走。往上走这边有一间里野豆腐店，没有人，然后但是他也没有内用座位啦，就是你变成要坐在他的室外吃。那室外的话呢，他提供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盘子，好，这边是 cash 的。那这边是一般的箱根名物豆腐，是280。那这个是它的沙西米用的这个豆皮，对，豆腐皮，这个是560。为什么这两个是两倍价钱？这是 sauce， 一吃起来，对，这是 sauce， 一吃起来呢，它的整个豆皮非常的透，不像我们一般看到那种豆皮，然后呢，沾一点点酱油就好了，因为它里面有相当浓郁的豆香。豆香真的很浓郁，好像在吃。那再加上这个也是很像寿司的酱油，所以好像真的在吃寿司一样，但是那个豆香是相当香的，很棒，这个很棒。离开豆腐料理后，我们又在箱根汤本街到处乱逛。那这边有一个河川叫做早川，它会顺着这个箱根汤本一路会输入相模湾，相模湾就跟东京湾一样，就是在整个大东京地区的非常临近的海湾。那这里是一个超人气的豆腐料理的餐厅，那可能因为有被报道过了，所以这里的人潮相当的多，你大概用餐时间来就会排成像这个样子。那其实大家都在外面等要用餐，好，那这个时间呢大概会等到2小时左右，所以呢我们就改成礼拜天的晚上来。好，礼拜天晚上可以看起来人潮小的相当的多，不过它只营业到6点，那不过我们没有差了，因为我们要赶的是6点多的火车。好，所以呢其实它这个时间人少少的也刚刚好。那菜单的部分呢，就是以豆皮料理为主啊，看你要不要加套餐。那另外有一些比较小食哦，就是一些比较特色的一些小点，也可以做加点。
那它这边相当特别的是，它有儿童餐。这个儿童餐的果汁怎么那么大一泡？听起来像闻起来像咖喱饭。带来的话呢，这个是 Genko 这个炸鱼糕哦，里面是有点像鱼板的那种口感。那整体来说，我觉得有一点偏厚，那外面是有点天妇罗的那种皮的感觉。那这个是豆皮料理的套餐，有豆皮的盖饭，然后还有豆腐，好再给你一点点酱油可以做调味。那如果只点豆皮跟盖饭，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好，那豆皮在汤锅里面加热哦，就是这个啵啰啵啰的感觉，其实非常舒服。那整体的味道是偏清淡的，好。基本上是一个算是可以想象的味道啦，所以如果说以这样的料理要排到2小时，我个人觉得我可能会不考虑。哎，这边是复线的哦。那如果豆皮料理很排队要吃不到的话，其实你可以考虑另外一个箱根的名物哦，就是荞麦面。它这边的荞麦面呢，特色就是以山药泥做搭配的。那这个是香根汤本老街上的一间店，不知道为什么不太排队，但是整里面呈现的这个风格，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就是很对我的味，就是一种老的日式料理店的感觉。那他提供的这个荞麦面啊，天妇罗啊，其实也还算实惠哦，这样子天妇罗加上一盘面，一点点酱汁，这样子1300日元。这个虾根给人饱满。托罗罗寿吧，就是上面有一点山药泥的荞麦面。给你一点山药。好，再来是 Kunhiyeh 的这个香根的另外一间分店。这个分店的特色就是有蜂蜜乳酪起司塔。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哦。当然，你在这里还可以买到其他的点心，包括这个千层糕啊，这里也是可以试吃的。这间有点像香根的益顺轩。蜂蜜起司塔，其实看起来很像蛋挞的结构，但是它的起司感觉会再更白一些，试试看喽。那边是那种软起司的那种断面，它整体起来吃起来是比较轻柔的那种感觉，并不是那种厚重的。蜂蜜部分感觉不是很明显，还蛮香的。这300块，台币大概70左右。再来是创意的提拉米苏，这个提拉米苏呢，就是用玻璃管，里面就是层层堆叠各种馅料，那当然有抹茶口味啦，有巧克力口味啊等等的，你都可以做挑选。那整体的排开，其实我觉得这个拿来送礼应该是非常体面的，因为整体是非常好看的。好，那它的你从玻璃外观就可以看到它很多层次啦。不过我们没有在现场吃，所以就没有直接吃给大家看。接下来回到这个香根汤本，我们要搭登山电车前往强罗。这个登山电车其实看起来没有很长的距离，但其实实际上搭得蛮久的，因为它必须就等于是有点爬坡的味道，它大概会需要花30分钟到强罗。我那时候看街景就觉得，这北投吧，北投跟新北投的差别而已。那沿途中就可以饱览这些香根的风景。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他还会介绍，不管是用日文介绍还是用英文介绍。那我们这个轨道是之字形的，就是刚刚开到这里之后停下来，然后再往上面开，再往上面开，这样子还蛮特别的。然后他还会介绍说，有要过几个隧道，然后最长隧道有2公里这样。经过了相当多站，我们终于抵达强罗。那强罗算是香根这个山区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啦，就是这里也有很多的饭店。那当然你要在这里有逛景点也是绝对没问题的。那它同时是电车跟缆车的交汇，意思就是说你从电车在这里下了之后，你要再往上跑就要从这里搭缆车再上去。那当然你也可以稍作休息一下，反正我们周游券可以 hop on hop off， 所以你根本没有差，但是就注意时刻表就可以了。
好，那这边的景点呢，主要有箱根强楼公园和箱根美术馆，它另外雕刻之森也在这附近，哦，但是稍微有点距离。好，往上走箱根强楼公园其实是需要一个爬坡的。那它是一个1914年开园的，算是日本首间的这个法式花园。好，它除了种植一些花卉之外，哦，它主要的特色就是一个层层叠进的一个感觉。它依山坡而建，那你会慢慢的往上走。那呢，它的这个造型呢，就会以一个类似像喷水池的东西啊为中心，然后呢，周围的花卉啊，然后座椅啊等等的，就环绕着它做摆放。好，当时是一个四月天呐，就算是樱花算是蛮开的一个日子。好，但是应该以香根来说，这个还不算真的很多樱花的时候。推荐大家可以下明年樱花季的时候，也可以再去看看。好，中间这个喷水池，其实也相当的漂亮啊，周围环绕一圈，哦，这感觉真的很好，很舒服。我在这里就吃刚刚的那个提拉米苏。好，那从香根强楼公园，哦，出来之后左转是直走，不用走那个斜坡，你可以看到一个公园下车的车站，但这个是登山缆车的第二站，哦，它从强楼发车，然后走到公园下，继续往上走。当然，你从强楼站是起站，搭乘比较容易。你在公园下这边搭，基本上这里没什么人要下车，所以其实这个时候车子是很满的一个状态。那大部分都是要直接往上搭到早云山的，所以其实根本就不会有人在这边中途下车，所以这里就是一直很挤、很挤、很挤的一直往上走。不过呢，你可以在这个很挤的过程当中去感受它在慢慢爬坡的一个感觉，还蛮舒服的。OK， 那我们这个箱根上集的部分呢，就大概介绍到这边。好，因为这个箱根的篇幅实在太长了，所以我会分成两集来做介绍。那同时呢，还有一个箱根的饭店也推荐给大家。好的，这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我们这次呢，在日本前前后后总共待了21天，我自己是从来没有在日本待这么久过。那除了中间的进修之外呢，我头尾两端有安排旅游的行程。那么后面的影片呢，我会一一把这些旅游的部分剪辑成影片给大家参考。这个叫做卡马托罗，是不知道是不是尾鱼的中腹还是大腹，看起来油脂非常的好。我们看到隔壁客人点了，我们就点了一下。我们这次呢，除了吃饭店里的高级餐厅，那另外还有 Tabelog 上面的高分的餐厅，或者是比较昂贵的餐厅。那同时呢，也有去一些自然的景点游玩，包括富士山，包括箱根，包括穿越，这些有带有古迹的地方。那因为是亲子的行程，箱根免不了还要坐坐看海盗船。那当然还有最重要来东京必玩的迪士尼乐园。那么呢，这些详细的资讯，都会剪辑成影片，那希望能够让接下来要来东京自由行的人可以提供一个参考。详细的资讯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下期再见。